可以看到说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最终能够在医疗的行业真真正正的生根发芽，其实就已经满足了。当然投资人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我在博士期间就跟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学的几个好朋友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Twit Things 的一个公司。2012年，我们早几个小时预测出奥巴马一定就是会成为这个总统。后来，我们其实一直就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使得就是我翻译过来之后叫做推想。2014年，我开始回国寻找一些创业机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放射科医生。他就提出来说，你展示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非常的有趣，能不能帮助我们放射科医生来减少这种漏诊误诊的概率？于是呢，我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做了。在2014年底、2015年初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感兴趣深度学习这样的一个技术，团队其实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也就是一个又一个医院去碰。当时差不多4-5个月的时间，我们碰了不下30-40家医院。在2015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个陈博士，你是从海外回来的，技术都很高大上。”但是你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在2015年4月5月，当时我们获得了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这个四川省人民医院。然后呢，我当时的这个决定就是说，我们三个人的团队就完完全全的扎到这个医院里边，然后跟医院的医生一起上班下班，跟他们一起来加班，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开发的这个过程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呢，其实呢倒也是蛮苦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医院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也并不是太好，我们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钱，就住到了一个这个医院旁边一个都是火锅店的一个地方然后基本上每天都是飘着火锅店的那个香味，当然你闻多了那就很受不了。但确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学习一般这些医生医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来到咱们公司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你一定要有3-6个月的时间在医院里边去轮换深耕。这个就是我们推想的一个风格。我们一边能够做最先进的技术，一边我们又能够扎到这个土里边去做这些最接地气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次创业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最终能够在医疗的行业真真正正的生根发芽最终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推想做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反而是一个次要的事情。我们就希望是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真正能看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技术真的能够在咱们医疗行业去帮助无数的人，那么我觉得呢，我们推想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其实就已经满足了。